草莓怀孕压力大，竟为婆婆做这件事崩溃大哭。我怀孕了以后不能提东西，然后不能走太远，要吃饭的时候都会打来试探一下说，哦，有没有得吃啊。我好像重病患者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直到有一天收到婆婆就是削婆婆，整个削好皮一块一块，然后我就吃，我就崩溃大哭了。我就说我连一个苹果都削不好吗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